大家好，我是严建德，来自 Team BME Prudential， 一位保险企业家，很荣幸可以获得马来西亚百大最具有影响力年轻企业家这个奖项。我要感谢 Entrepreneur Insight 给予我的肯定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太太 Agnes Chan 和我的家人父母亲，他们百分百支持我的事业，让我可以全力以赴。接下来，我要感激我团队们的信任和努力，他们的付出、他们的支持、他们的鼓励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最后，我要感恩 Team BME 创办人 Mr. Gam， 由您的带领和教导，是你指引我必须勤劳、好学、受教，以拥有炙热的成功欲望，才可以在这个事业上脱颖而出。我会持续的努力，做个有影响力的保险企业家。我的使命是带领有潜能和志向的青年，通过保险理财事业，找到自己对生命、家庭和事业的成功定位。谢谢你们，加油！